太对吧？打劫是一线扑灭。扑灭出来之后，跟他作为跟他换两下，不能太硬刚。确实不太好抢，压力很大，劫是打混拉扯，有点小烦人，但是讲道理应该能应对一下。昨天我他妈杰斯被精英干成零杠十了，没办法，我的杰斯确实菜的不像人一样，跟总会玩杰斯的肯定没得。不灭之握在平 A 呀，妈！我的不灭之握刚到四秒的时候，我就闪过去 A 的，我才 A 的，我不是在三秒 A 的，怪我怕缺伤害。这波线单杀成功了，杰斯应该挺尬的。他二级咋学大也不学野，那觉得我升不了二级吗？有点不太对应，完了肯定要出事了。还有这个并没升三级，不然我这波肯定要死。二十三级我这波好像卡呀，没办法，我往这边走 Q 是必中的，但往这边走会不会 A 到，所以说这波我确实有点没办法。这是个什么家伙，装不死，他升三级我必死了，没辙。免费回城有何不可呢？啊，免费回城啊，还行吧。可以抓他，他眼是不是丢草里边了？忘了。这个第二个眼没好，可以抓他。我呼叫阿哲过来帮一下。我这个回对线，讲道理给你弄。怎么说，哥们儿，搞一搞，在刷野怪。我他不还 A 我，我就打弱点。靠破绽。得等他到六级啊，他这个四五级不太好抓你，先避避一下。这个 Q 能被断掉，有点蒙圈啊！我你俩不会来抓我的吧？有没说法？用个火对线吧，四喽！杰斯不会抓谁抓啊？这英雄那么好抓的一个英雄。阿古里开始，你还 K 上头了，哥们！这样 K 头我很难应对。哎。这得干嘛？你这个头黑的，我有点蒙圈啊！哎呀，你这逼到好人，你他妈在干嘛？干什么啊？你在他妈的，这什么逼操作呀？给人放走，能给人杀了，我有点不能接受呀！你在干什么啊？会不会吧？啊？还好有个炮射兵，不然亏好多个。
적을 처치했습니다. 아군이 당했습니다. 还行，我能捞一笔，还可以。直接他们小捞一笔，他这个打野很搞不了，他们一堆人捞一笔算了。 杰斯有些没那么好搞，花里面有个日女，他妈的，我的阿哲，我操阿哲，我操这个大招跳的呀！ 主要还是你刚跟牛人牛的好，你知道吗？不过牛人他这波没机会，那弄的，他只是跳了个大而已，而我呢，我说出的贡献很大，哈哈，他只是跳了大招罢了，他没什么别的操作呀。我这波一千三啊，对面三个人被我牵制住了，有一说一，我的功劳大一些吧，讲道理啊，就你们能讲道理。 话糙你不糙，这不我只有大件了嘞，大件一出对线用对嘛，杰斯直接老老实跪下就好了，大件一出对线不用对了，踢不了吗？不找。 太消 TP 了，我没什么卵用。我去，好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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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样特回三百，啊，又来，有点及时了，但是好像要死，没办法，这个我确实有点不知道说啥，你的恐惧打得不好，这不恐惧时间没达标啊。不过他星虫鳄鱼确实有点惹不起。 星虫鳄鱼强度很在线，他交易 Q。 这波确实没办法，我这确实打不出更多的伤害啊，第二时间。 他这个上的又还跳的不太好，你知道吗？他从这里跳到这里，他跳大招分寸出了问题，这个我确实有点数不测呀、啊，这个。由于现在这个强度，他确实我要尊重他一些。这个点的鳄鱼不尊重了，他那也太大胆了，肯定是要尊重一下。 再把对面的阵控制非常高了，高的有点过分了。Q 吗？你要一口就往后拿，但是我现在得稍微给大虫人跳大的机会。
一波我已经尽量的往后拿，这鳄鱼还可能往前压，没那个战斗力往前压，所以说这波往前跟往后都一样，都杀不掉他，先把线出来吧。第二把可能状态就一把好了很多啊，第一把的状态确实有点差，之前都没爆烂了，第二把状态就好很多。干得漂亮了，这个也很联动，我只能说很完美。但这个杰斯为什么今天吃这么饱？杰斯都吃到二塔了，你去了，有点不合理了。这一波他好像要四，不好救他，没办法。七分半鳄鱼闪现，这个杰斯为什么吃这么饱啊？这是个问题。现在这版本吧，这个鞋子出装确实要求很高，得把鞋子出装时间给卡好。像这个点，不能水印鞋，也不能补鞋，因为你只要出这两个装备，你的装备变得非常慢。所以直接把多兰德卖了，买这个三项的配件就好了。적을터치했습니다아군이당했습니다누구나더블킬적더블킬这把杰斯换线换的还是比较 OK 的，鳄鱼这个又限制了我们跑经济了。这个一直有想抓他鱼飞镜，可以试试。我好像死了，应该是跑不掉。你要这么做的话，就有能量，不过还没逃，也逃不掉。Q 一，现在就要抓住每一波捡漏的机会。这个英雄的成绩来之不易啊，抓不住捡漏的机会的话，剑姬很难玩得起来。捡漏还真是一种本事，你真别说。就像我这把十四分钟又做出了两连号，这个就有点变态了。这个装备成型的有点快，虽然这把是野辅一直在帮我。给这永恩打信号没用了，那不听呀。这版本剑姬想成型需要一点思路，没有比较好的思路成型不了。因为操作没什么用，操作再怎么屌你也不可能能一扛他打对线，只能说玩意识。我有点冒险了，我踢过来守一塔吧，好像有点不是很合理。我先把上岛爆了吧，这波拿先锋放什么应该没什么问题。鳄鱼应该不在上面，那我这就吃二塔，那这个节奏就很完美了。二塔一吃强度又高了不少，你不觉得我在当贼吧？这都是我巧妙吃到的经济。这个经济你不认真，你还真吃不到。这把得靠我，谁得？我不都拖了经济，把游戏塞不动了。这个杰斯很明显会过来靠的，得小偷一下杰斯啊。
经济啊，你用一点心，你真偷不到这种经济，你知道吗？都是用心才能发现的东西。这波回家直接买三件套了。就我这个打钱的速度啊，让你觉得有点震惊。我估计直接三件套吧。不过偷经济你吃不到经济的，经济是抗战英雄。这波还没机会吃核心。OK， 三件套了。17分18分钟不到三件套，你告诉我，我无不敌啊，你刚哥有没有无敌？就我这打钱速度，真不是一般人比得了的，偷金能力偷得很狂啊！现在基本上给你玩你也能秀了，你玩你也能秀了，我只能说，这波对面可能会来搞我，先刷十五人吧。这个给他呗，这个阻止不了的。这不得遵循下半区原则，这得出水银鞋，出不假鞋要被弄。给我五十啊，这把给你玩，我五十这把给你玩，赶紧玩。靠，失误，这个问题应该不是很大。我有五十再给你玩，적을처치했습니다아군이당했습니다누가날감는게있어今天手感还没有打好，感觉操作有点超。这是第二把游戏，手感其实还是有点僵硬。想偷东西需要意识。手感其实有点糟糕，看得出来，因为手感还蛮好。打的有点小菜，多打几把手感就变热了。等我先带过去。有那个神奇之鞋，讲到你鞋子的特殊鞋可以晚一点出，至于晚多久就看你什么时候更虚了，看你的需要频率了。这不很明显需要鞋子，不然被控住。这波踢了吧，被我死了算了。拆完踢血不合适呀，我觉得应该可以打，拆完也可以打。
听到这个前排。鳄鱼 TP 有用吗？应该是有用，鳄鱼有强度。我怎么他妈250刀啊，什么情况？不知道呀，为什么这么多补刀啊，兄弟？上单烧尾了啊，变成烧尾的形状了。这个经济太夸张了，250刀，太嚣张了。我也没有吃队友的经济啊，队友不也是200刀吗？我也没吃他的经济啊，我偷的是我该偷的东西，我正打算偷的，这是我实的，但我也不抢他们小兵，我这铁甲马伤害太高了，本来我不是不愿意抢，但是你那兵一件一件去射肯定不合适，用这种情况推荐快的好一点，我铁甲马特不好意思这个，你得。这一波，得搞一下节奏了，感觉不太好整这样子，有是不是有眼睛不过来？他不往这边靠，很难做。要不开农吗？开农好像不是很适合呀。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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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路给了。塔比趴给的要什么？咱们射手开不到人，他好尴尬呀！不是，咱开不到人，咱就打龙呗。对面不是傻逼，开不到人，你不把别人搞过来，这怎么玩？要么就打得勇敢一点，兄弟。要不我直接干那边辅助了。队友打的有点 low 拼了，我感觉我存在能力没什么问题，这倒没打过的话确实有点厉害，还好队友极限超过了，三个一技能比较快，应该杀不到了。这一波是不是有人在犯毛病啊？我感觉我的团打得很好，队友伤害有点不上的样子，不知道什么情况。我这团能力没问题的 ，OK 的。糟了，是龙对面跑过来了，还没不过躲大龙技能的，那 low 拼是这种。还好到时候能打出负伤，但这样打下去的话，对面人能集齐这样，感觉不如打浪，对面应该过来没啥用，射一下 ，OK， 大龙也有，可以给我个 buff 吗？应该是没问题，讲道理，就对面没有大招，那我等一下吧，队友肯定会围绕我做事。玩得很稳，这把游戏玩就复活甲了，死不了了。我都已经好几分钟没吸血了，这几分钟一直在打寒战。还是丢丢钱，把这六鸟刷了。买个佛甲行，没佛甲有点孬，被秒。这个装备就有点恐怖了，带线团战都能随便打，但我觉得这把游戏打团合理，因为这个点在带线的话，感觉队友这边要开团的，不是很好带，可以先带下，带完之后往中靠，不能往死里带。
吃你带线不太行，放牧不能死啊，这不我在下面。有人帮忙我确实有点无解，刚哥随便打三步之内必有道场，随便玩下去。医生我得把你卖了，这个确实得卖。哎，不让我打啊！哥给你说法，不让我打吧。游龙啊，这队友控制太多了，玩太爽。这战地选出游龙了，有被爽到的玩。